我刚才趴在床上玩游戏，今天新买了一个街霸，一直搓耗油根，没想到搓出来这么多东西，心疼啊，这掉渣了。你看这个 Switch 这个小摇杆多脆弱，可惜它用不了胶带，我还是配个手柄吧，这会不会给它搓没了啊？你看它这么细，不过这游戏挺好玩啊，高清版的街霸，哈哈，哎，最后找了一只外置手柄，我一看它没电了，于是给它充电了，电量不足，其实它没有这个线也是可以玩的，但是安全起见还是给它充电，一边充电一边玩，这样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，随便想怎么摇就怎么摇，就不用太在意了。你看我那 Switch 那小摇杆磨了几下它就掉渣了，但这种手柄它是不会掉渣的。这个手柄我之前做过视频啊，它这个柱啊是金属的，连胶带都省得贴了，而且还很顺滑。这是我唯一的一期在床上录的视频， Switch 就应该这么玩。